艺峰醒狮团的彩青主题是龙狮之起桥底青，请进场。
见面，我还是交给我们的评审，不错。这场赛事主要就是不够熟练，不够熟练。那么在那个椅子长凳上呢，有两次的失误，扣0.05两次。那么他在探险的时候，戏水的时候，那个脚搭在河里面了，那个是一个严重事故来的。你戏水是戏水，你的脚不能够钻到水里面去，他们那个扣0.3。还有一个就是0.1，就是狮猴在采金的时候已经钻在水里面去了，那个狮猴，好，那个扣0.1，总扣啊0.5分，总扣零点五，对，总扣0.5，对，总扣0.5是 ，OK。总共0.5，对啊 ，OK， 就比赛就是这样嘛。重要的是临场表现，对哦。你在会里面可能练到很好，但是临场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啊，继续努力嘛。但是也不错了，头正在那个水那边，还可以呼吸上回来。啊，上回来过后救回来过后，这都是还是有的 ，OK。所以呢 ，OK， 虽然是有小小的失误，但是不仅还是要再接再厉的哈。来，我们数到二一，来，7.8，7.8，7.85。谢谢了，谢谢。